好，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Red 啊！上次讲到咧，我哋成功打赢咗呢一个嘅四英联盟，做咗呢个冠军啦。上集就讲到咧，临尾咧好似系冇剧情嘅，但系咧经过我睇一睇咧吓，周围行一行咧就知道咧呢度系可以触发剧情嘅，就系位于呢个大木博士嘅屋企啊，佢嘅研究室度。咦，有好多其他新人，啲咩人嚟啊？我最近先开始喺度做嘅，曾经喺一间喺一个叫做系真嘅好好嘅节目度工作嚟咧。你个书呆子，咩个特里斯坦极客呢啲唔知咩译名，唔知咩翻译。如果精灵嘅亲密度咧足够高咧，咁所有嘅精灵都可以喺较低水平上进化。一般嚟讲，火龙喺36咧进化，但系如果你冇办法令佢亲密度够高咧，你甚至可以喺16级足够切发哦。OK， 即系话咧，譬如如果你亲密度够高咧，佢就会俾你喺16咧直接进化做喷火龙咯。但我唔知系咪啦吓呢个好成为关刀嘅新冠军点啊，有啲无聊感觉嘅旅程结束咗。哦吓，既然系咁，你点解唔去参加骨子联盟啊？啊，系啊，喺嗰度咧有举行一个嘅精灵联盟比赛。事实上咧，你点解唔向我咧嘅好朋友奈木博士问好咧？你需要呢一张咧船飞先可以咧从呢个枯叶镇咧搭快艇去。好，船飞获得咗。我哋开始咗呢一个群岛骨子群岛嘅一个嘅剧情啊！而家去好呢度啊？点啊？哦，原来呢度系咪呢一度啊？点解会有怪嘅？系咪得一架船嘅呀？哦，有啦有啦，呢度有富克船长，你可以通过啦，你足够强大。你点知啊？系咪你试过骨子群岛长篇篇章一惊险之旅呢啲？呢、這个有冇玩过呢？特别偏僻我都忘记咗咯。同埋我而家系咪未有潜水呢个技能？系潜水要点样拎呢？因为我有啲支线想做。我做咩有个货位喺度噶？唔通要上梦去捉梦梦？這個、呢一个飞艇、啊、可能系过时嘅时尚，但系依家咧最安全、最可靠嘅空中工具。而且罗威船长系一个出色嘅飞行员。欸边喺嗰度搞咩啊？咁多火 van 嘅，听我讲好确定咧，梦梦喺卡车下边啦，见到啦各位，梦梦啊，推开卡车就会触发呢个捉梦梦嘅剧情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呢一度咧都沿用咗一个嘅彩蛋喺呢度入面啊。咩话？你要参加呢个骨子联盟？哈哈哈！食为一个地区冠军系唔够嘅，咁要点样做呢？阿 Green， 阿爷同我讲咗咧，佢仲俾咗咧呢个骨子群岛船飞俾你，哈哈，佢俾我哋每个人咧一张哦。在哪里出来的不知道哪里出来的我都开心再次见面 Green 点点点不应他不要怕丑我们周围去看看飞艇那里放开我老太婆他们为什么可以抛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结局今天是属于我们自己一天你将我赶出四英联盟你要付出代价这些新人来的花子女士呢个咪飞艇喺边度啊？呢、這个啊，我有畏高啊，所以咧我唔可以搭船啊，因为我都有畏海。畏应该唔系叫畏，佢应该叫晕船浪啊。呢度啊，应该下面啊，我哋睇下呢个有咩特别先。PM03精神利刃。OK 就得。呢、這个系、啊、飞艇做咩喺度？做咩小蓝？阿 Green 去咗边啊？周围都见唔到佢啊！你唔系谂住激嬲佢系嘛？哈哈，我觉得小阿 Green 咧好可爱，但系佢需要放松啲，佢好可爱吓。哈哈，你妒忌啊？咩话冇啊？我走啦，又俾人玩啊！你要唔要知道一个秘密？你真系想知道？我冇笑，唔知讲咩。喂，你咩嚟噶？呢只咪水衣背啊？呢只我睇个背面似系水衣背，我哋 save 睇睇先。阿、啊、水衣背、啊、走咗啊？做咩想揾我玩啊？咦，去咗边啊？我玩下其他先啦呢度。你知唔知点解我身体咧全部俾人晒黑？我可以话俾你听点解。跟住冇啦，冇讲嘢。水衣背，诶要打喎、啊，系咪捉得噶呢只？用水炮佢谂住用，唔捉得噶，打噶要。哦，咁我哋迟啲先打啦。既然系咁，唔知咩剧情呢、這个？花子女士点解会喺度嘅？哦，我只系想咧去睇下咧骨子群岛嘅一个人去。哦 ，OK， 好啦，我识你啊，你系冠军嚟啊嘛，等我嚟测试一下你嘅实力。奈迪娜，
哇，喂，有水，哇，水系，下山顶啦，先搞掂呢只先啦。哎呀，冇咗出边，要李鱼龙啦，威吓对面啦，灯眼啦，都不知道有咩技用可以。泰山眼顶同咬住，冇死咗。泰山眼顶同食牛，哎 ，perfect 啊，双打。双打 OK 啊，有呢个比加超飞欧嘅话，我发咗个噩梦啊！火之兵团接管咗呢个飞艇，几咁恐怖呢、這个噩梦？這個、呢个咧唔中意食烟，冇咯。好啦，阿 Green 啊，所以我明白咧，点解咧同嗰个人咧系朋友？你两位咧简直黐线嘅，两个都系。我想静啊 ，OK， 享受你嘅静啦，享受你的静静，哎。你知唔知咧？水手莱特，哇，新嘢嚟喎呢只抛流沙，未见过嘅新嘢嚟喎，鬼计啊！哎，呢只系嗰只乜鬼嘢？大外兽喎，大外兽个贝壳啊！冰柱，冰啊，有冇用冰啦吓？佢系咁用铁壁，我冇办法啦。65咩 ？OK， 呢个咪瞓得噶？点解成堆床喺度可以怎摆咧？摆咗喺个走廊度。我唔知咧，路易嗰条友咧咩事，每都系靠近佢咧，成日细声啦，暗暗沉沉。呢个船长咩话？你要去嗰度旅游，但系而家唔去得。我的睡衣背唔见咗，我要揾翻先可以发动引擎。点解你需要揾睡衣背先可以发动引擎？好啦，我帮你揾啦。睡衣背，跟住边度？最右，跟住左下，系啊呢度。我哋用只比亚超同佢打啦，应该 OK 嘅。迪欧电磁波三伏特，哇后好少，三伏特水炮一嘢啡死咗，换化石飞龙之后再换乜大力蛙，诶、欸、大镬强升击，太沙顶啊，仲谂住佢会喷水跟住加我血添帮手，系咪翻咗去啦？啲酒仲未到嘅，去边啊？翻咗屋企啊？去边啊？翻我嚟咩啊？哦，多谢你啊，太多谢你啊，靓仔，呢个点样啊？为咗多谢你嘅帮助咧，我打算咧从而家开始免费俾你搭快艇。太好啦，我明明有飞，点解要免费？但系如果你要去咧其他地方，你需要船飞，咁咪即一样出发。到咗未啊？到啦，应该系嘛？啲人唔见晒，飞艇而家喺空中啊？系咩？呢个咧？小蓝，我可以即刻瞓呢度，唔瞓得呢度咧？诶，点解会系你嘅？呢度唔系嗰个咩花子咩？冇个地方可以瞓得噶。咁我有 Green 我睇下先。哦，又系你嘅，你要想同佢倾倾啊？一阵间先 ，save 咗先，同佢倾倾。哇，你脾气好差，你点都话唔好攞出气先得噶，你觉得啱嘅？冇错啊，唔好攞我出气啊！你觉得啱啊？我脾气唔好，呢个系我第二次离开关岛。好啊，而家你系专家，唔知咩翻译。当我细个嘅时候啦，第一次离开呢个纯白镇，同阿四大师一齐咧喺成都地区训练。我同阿爷保证咧，我翻嚟嘅时候会更加强，而且咧追随佢嘅脚步，成为佢关岛嘅冠军。后来咧，我俾一只鬼师控制咗思想。有一隻精灵因为我而死，我甚至冇办法赢得呢个石翼联盟。我究竟要展示啲乜嘢？唔理点都好，我离题啦，我要休息一下啦。仲有多谢，倾完咁就，我而家要瞓觉啦。OK， 喂，仲有火箭兵团，哇，我未睇小蓝嗰边，睇埋小蓝嗰度先。你介唔介意我咆哮一下？喺石翼联盟同大暴波士嘅战斗嘅时候，令我谂翻我父母咧。我通常变得好似咧，我唔在乎我过去，但系内心深处好挂住佢哋阿爸阿妈，好爱佢哋。可悲嘅系咧，感觉随住时间嘅流逝咧，慢慢忘记佢哋嘅样啦。记忆中咧都模糊佢哋嘅对我哋嘅爱。你会再见到佢哋，佢哋仲会唔会想见到我？我系话点解佢哋冇揾我嘅？你唔知啫，可能佢哋揾紧你咧，可能喺某个你唔知嘅地方。希望你系啱嘅。而家我要瞓觉，诶，系咩？我头先唔系答咗否咩？点解佢会讲咧？好吧，等阵见啊！做咩等阵见嘅？有问题我答好嘅时候，佢就话好啦，等阵见。我答否嘅时候，佢先会讲嘢噶。OK， 咁啊算啦。哎，你又触发咗呢一个嘅火箭兵团嘅剧情啊？咦，咁仲有冇一个咧？
第一个就是 Green 跟我讲这个的同这个的阿四师傅去了成都修炼啊，没办法成为这个的关刀啊，成都不这个石英联盟的冠军、啊、又被一只鬼师控制住，他没面见大木博士嘛。咁而小南就是因为忘记了他阿爸阿妈嘛，开始太耐冇见到，所以就挂住话，好，我哋揀小南啦，依家得开始啊，炸弹准备好未？就嚟得啦，啊，一行即刻出嚟嘅船长，屋主听到啲咩声？系咪有偷渡噶？哇，血都唔俾我回，有冇过分咗？我而家要瞓觉啦，喂！咁快瞓觉，出面成堆炸弹，我哋瞓得落噶啦？点解成个得两间房咧？成架船，你哋喺度做咩啊？冇错，咩咩怪睇到我哋俾人发现咗啦！咁又咧，等佢哋确，等我哋咧确保佢永远都唔会话俾人听咧，发现到啲咩啦？呢啲咁嘅雷电球，你想炸咗只飞船啊？冇错，你点解咁做？系边位啊？小次郎，佢想知道我哋系边个？咁我哋应该话俾佢听啦，冇错，等我嚟。吓、啊，识讲嘢嘅喵喵怪，我哋系火箭兵团啊！喵，你喺嗰边咧见到嘅只系我哋咧执紧垃圾，我哋正喺度准备咧登上呢架飞艇，但发现你同你嘅朋友喺度，我哋咧认为杀死摧毁呢个分部嘅三个蠢材系个好主意。哦、啊，即系我哋嗰三个系啦，阿Green啦、小南啦同埋呢一个阿 Red 三个。吓、啊，你都会俾人炸死噶？哈哈哈，唔会噶，我哋冇咁蠢。如果我哋事先离开飞艇就冇事啦。哦，系啊，你哋走唔甩嘅，但系，哇，咩嚟噶呢只？我第一次见、啊，新嘢嚟、啊，我唔知够唔够打添，好似好劲咁佢哋，乜神兽级数嚟？我一发死啊，谂啊，阿帕怪二系咩嚟嘅咧？近身拳击，跟住催眠粉只阿帕怪，哦，大镬啦，咁就唔够打，我觉得会，佢冇中啲催眠。呢度用原始之力，跟住催眠右手边。哦，死得啦，输咗俾火箭兵团。啊，我应该更加小心，我好想更加小心啊，真系。好，再嚟个，有啲难打呢、這个。Oh my god， 用错技，用错重仲要。呢个 fake 一只催眠右左手边。诶、欸，睇唔到佢系打唔中啊，定系我打得中 ？OK。得一个麻痹，一个催眠，跟住我哋换只主力出嚟打。急冻光线呢度换做化石飞龙，阿帕怪急冻光线呢度唔转啦，呢度用原始即系打右手边。一结冰啦 ，very good。哇，奇缘啊，啱啱佢开毒气双子。睇下顶左边，原始即系左边。哇！大爆炸，炸死晒我大佬啊！诶，得翻喵喵怪咁啊，赢啦！喵喵怪，再见啦，搞掂，吓赢啦！啊，雷电球，我哋一走咧，即刻用爆炸，哇、哦！再见啦，失败者，滋滋滋滋滋滋滋，啊，佢哋做咩啊 ？3D 龙，惊险之旅篇章结束，篇章二内木博士。成啊！请注意，我哋已经到达咗呢一个嘅岛啦。嗰、那个唔识读代金岛啊，唔知咩岛嚟嘅。好啦，我哋到啦。有冇人喺度？诶，冇晒人啊！真系，真系阴公啊 ！Ready 张床都冇，啲床唔瞓得嘅全部。好啦，宝贝小智，阿妈嚟睇你啊！哇，等等先，你系嗯？点解又有张又有间房我又唔见嘅？点解佢间房好？而家阿爷咧话去揾一个叫内木女士嘅内木博士嘅女人，睇下呢个热带岛系咪好可爱啊？我可以咧成日瞓喺个沙滩上休息嘅。点解呢度会遮住咗啲咩嘅？内木博士研究所呢、這个咧，呢度嘅阳光咧唔系咧讲笑，一定要咧搽多层防晒。皮肤癌咧喺呢度好常见嘅，啊，即系相当于夏威夷嗰种啊。夏威夷应该系咪好慢？都唔系应该。我识你啊，喺电视见过你啊，但系关东嘅地区嘅训练师咧，比你喺呢一度面对嘅要弱啦。面对嘅弱就系咩意思啊？睇多次先。但系关东地区嘅训练师咧，比你喺呢一度面对嘅要弱得多。即系佢系讲紧关东嘅二
二 D 啊，定呢度系二 D？ 我睇唔明啊，佢啲翻译。索呢个索哥点解仲未醒？边个索哥？索哥，我唔明白点解过生日有第二日就醒唔到啦。佢已经瞓咗成几个礼拜，医生都讲唔到点解会咁。佢甚至冇机会打开咧佢送嘅生日礼物。啊，呢、這个公仔系无毒娃娃嚟嘅。咩事啊？嗰只公仔系咪头先喐咗啊？无毒娃娃，嗰只精灵嚟噶。哇，咩精灵啊？野生的无毒娃娃。呢个支线剧情嚟话，催眠佢，佢快过我啱啱系嘛？好似快过我，我见到佢。先用啊龙之路先啦，龙之路，龙之路真系好适合嚟捉虫，捉得啊！得我收服你无毒娃娃，无毒娃娃，佢系喺一个废弃嘅邪教组织间房咧发现嘅，就系、是、一个五角星嘅中间都市精灵。好。嗰只系精灵，我谂咧就因为你个仔唔醒嘅原因。咁点解索哥仲未醒嘅？我唔知点解，边个俾佢嘅呢只精灵？系佢阿叔嘅高参，我细佬，系啊，佢亲自将呢个公仔交俾我，然之后想我咧交俾个仔。但系我细佬中意索哥，佢对佢就好似对自己个仔一样啊！冇啊，佢冇啊，近藤佢系个可怕嘅人。我同你讲过啦，唔好俾嗰个男人咧带入我哋生活。而家睇下发生点，你两个唔好嘈啊！你细佬喺边啊？喺下金道啊！好，我哋揾揾佢啦。支线标章系无毒，哎，终于有啲似样嘅支线可以睇啦。我想睇下我只无毒娃娃边度中心喺度，穷到什么都没有。喂喂，唉，又喐脚剧情，我谂住回血啫。我哋想知道内幕博士喺边度。乔伊护士吓、啊，又系乔伊，最屘系乔伊护士，乔伊到乔伊护士，好大镬啊！乔伊护士。其中一名患者心率不稳定，而且中央网络机有故障，我需要你帮手。我明白，我即刻到，请快点找到内务博士，告诉他叫他来到这个中心有紧急情况。我想回血啊，没得回血的，搞错啊。我们执到只无毒娃娃，还有女仔的无毒娃娃，是不是精子那女的啊？不过没有头发的。鬼恶嘅喎，呢个属性系落性格系落天，系落天嘅无毒娃娃。咩技啊？咩能力值啊？73攻，73攻算高定低？40咧，73攻。揾只鲤鱼龙对比下咪知咯。哦，算低 ，OK。因为鲤鱼龙，不过鲤鱼龙算系高伤嘅，佢个攻击力。OK， 咁大概应该系血攻防三个特别高，或者血同攻击力比较高，其余都比较低，可能使敌人的绝招失效，废废地嗰啲。好，好啦，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我哋下集继续呢一个特别篇 Wack 嘅支线剧情系啦，做住支线剧情先，睇下做唔做到啦。如果做唔到嘅话，先回翻去做翻主线。好，今集时间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见，拜拜。